看东东长的时候被一下妈妈变色来来试试哪个录音说高某呀你有记得路你有记得表人卡卡卡连锁的他卡得你也是建议的大卫不过全家的二里路高呢当年年全家没洗不起不熟了我们现在的哈大卫高某呀千年千年谁可无嘞第二年第二年的节目三年路见路没有说现有你的那位太太表家不好那看我改变力量嘛不虚虚但是呀你们要被到处留的路那路家真相没骂你啊没骂你啊没骂你啊说对啦没必要干扰我不都骂这么一个来路但你在这里我骗了你们手里的高将我命运的表在高某呀一家这边的路桥高某呀都在那边的桥都把他们高某呀我到会母母你的脸色也来高某呀我骗死不认家过没骂你说但有的口话心也说让你哭没家哦没家没骂掉呢欧美人在吐吐拉拉肉看他们的拍的价格罗密欧的朱莉亚苏雷马路家可怕没救但你要的拍戏啊路也苏但看见两个后来我一个人啊是拉我走这里亚苏拉雷上了地上的沙的上面啊乱啊无聊的变了的是不会的古人空的楼呢但你亚的包满的墙呢啊嘟嘟那么脱给的苏雷沙就啊被罗马们气急后来走都把他追了地月谷我如果将表姐没有走的乱呢他那边那家肉地月谷把皮路以为这是是那样的嘞高某呀阿库肉你表了他个里个起身你听他了他你有不亲密吧不说你啊但是天下想少了你信你的了没信给了啦高某呀阿千一千的辛苦母年你的钱不散没把他妈从路间看给要不呀阿公路所有看到亚的男女呢，心怀不乐地什么？比如，一有把钱没走，阿别人欠骗你的，等下的那个，俺那天我家表表兄兄他骗的，没那骗家人，没那骗家人，没那骗家人哩。比如我骗么拉了个别的朋友，阿乱了，不善意了，不好了，说俺爹骂你，够吧？